大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，男人真正对一个人入了心，会有的感觉，爱情就像是春天里的绵绵细雨，总是在悄无声息地滋润着恋人的心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偶然间遇到心爱的人时，那一刻就像是烟花绽放，繁花盛开。钱钟书说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炸成了烟花，需要用一生来打扫灰炉。男人爱一个人，心里从此有了他的位置，身边容不下别人，心湖也不会为其他人再泛起丝毫涟漪。深爱到心坎里，男人会开始快速成长，自身种种坏习惯他都会下定决心改掉，希望能让这一份爱情长久留存，彼此成为最好的自己。爱情会改变一个人，爱情会让男人变得主动，变得更加热情，变得更愿意成长。爱一个人入心时，总是忍不住会鞭策自己进步，希望能与他共风雨。男人真正对一个人入了心，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事事想要顾及他的感受，护着他。当男人的心房里只有女人时，他会关注女人的一举一动，想让她开心，希望女人能明白他那一份体贴的心意。男人心里只有一个人时，他会从心底事事顾及他的感受，他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重心会有所偏颇，习惯性的考虑女人的感受，然后再小心的制定自己的计划。就算是突然的出差，男人不会首先考虑事情要怎么办好，而是想女人离开自己会不会孤单，能不能照顾好自己。当他安排好女人后，男人才会认真考虑事业。对一个女人入心后，男人说话也会开始变得特别温柔，带有一些小心翼翼，希望自己没有触及她的禁忌。吃东西时，男人会想了解女人的喜爱和忌口，看电影时，男人会希望和女人一起看她喜欢的电影。爱到深处，男人已经渐渐习惯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先考虑一下女人的喜好和接受程度。当爱一个人成为习惯，男人也会养成事事想要顾及女人感受的习惯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温柔呵护她，善待她，总是愿意为她退让和妥协，给予她偏爱。真爱一个人时，会给予女人偏爱。爱到深处，男人只想给予她一人独一无二的宠爱，给予她这世间最深情的偏爱。男人真心爱一个女人时，总是愿意为了她而退让，为爱而妥协，忍不住总是想给予她足够多的偏爱，让她融入到男人的世界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，获得真实的快乐。倪一宁在《自我理由在披甲上阵》中写道，能给人以安全感的从来都不是爱，而是偏爱。男人会让女人感受到他对女人是多么的与众不同，对女人，男人总是会下意识的轻声细语，看到女人生气流眼泪就会主动投降。男人会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她，让她住进男人心田最柔软的那个地方，只为了女人真正露出最真实的笑容。在男人这里，她可以任性，可以说撒娇的话，因为男人愿意放下身段哄她，就算是女人做了错事，也不忍心大声责罚。这份偏爱里尽是温柔，为她的事而着急，无论风雨一起前行。男人真心深爱一个女人时，愿意与她风雨同行。当男人真正对一个人入心了，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，他都愿意和她一起前行。欢乐颂中娶小肖的父母因为感情破裂选择了离婚，在分家产的事情上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分歧。父亲想留更多的财产给娶小肖的哥哥，而娶小肖的母亲想为女儿谋求更多的利益，两个人僵持不下，谁都没有顾及娶小肖的感受。赵启平替他找岳父母谈话，霸气宣告，你们不要他，
我要，你们不养他，我养，哪怕粗茶淡饭一点，但我会让他活得快乐简单，活得神采飞扬。他知道曲小潇最在乎的就是父母的爱，家庭的和睦温馨。在他遭遇父母离婚时，他坚定地站在他身边，为他说话，守护他，做他最坚强的后盾。男人真心爱一个人，才会为了他的事情而着急，不愿意看他颓废难过的样子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带给女人希望和勇气，能与女人一起面对一切。当男人愿意为女人承担风雨，就说明男人早就把她当成自己的一部分，再也不愿意分开。对于女人的事，男人会放在心上，第一时间去完成，不会让她久等，支持她完成梦想，鼓励女人坚持学习，完成成长和蜕变。他愿意与女人荣辱与共，不让她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挑战。余光中说，你的眼睛真好看，里面有晴雨、日月、山川、江河、云雾、花鸟，但我的眼睛更好看，因为我的眼里有你。当男人对女人一眼入了心时，会从心底给予她盛大的温暖。男人爱一个人时，会给她安全感，从此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女人都不再是一个人。男人会让她感受到浓烈的爱意，因为内心的偏爱，男人会格外喜欢看她简单纯粹的笑容，想把她保护得密不透风，谁都不能伤害到她。因为爱，男人才会想着了解她，懂她的心，宠爱她一生，与她谱写最浪漫的爱情故事。